学说话。在一个陌生的环境，你需要一些词来提问，例如怎么、在哪儿、什么、谁、什么时候等等。好，我们学疑问词，对什么事情不懂可以问什么、什么、comment、comment、或者 quoi、quoi。或许你想知道谁、qui、qui。让我们学些有用的词汇，这样就可以介绍自己或谈论朋友。第一个词是我、我、moi、moi。然后单数人称你、toi、toi。再学一个词，我们、nous、nous。还有复数人称，你们、vous、vous。还有第三人称，他、他、lui、elle。还有他们、elle。还有一个词，大家。tous、toutes。或没有人、没有人、personne、personne。谈论时间这个主题，我们随后还会谈。我们要学的第一个词是什么时候？ quand、 quand。对什么时候这个问题有许多答案，如果不知道准确的时间，可以给一个相关的答案，例如出发以前或以后。让我们先学以前。以前。avant、 avant。 然后再学以后。 après、après。 当别人问什么时候时，他们总是希望得到迅速的回答。现在、现在、maintenant。 有些人总是喜欢拖延，再过一会儿。 plus tard、 plus tard。 如果不是现在，那是什么时候？马上还是再等等？马上、马上。 prochainement。 或者再等等。 plus tard、 plus tard。想学些更复杂的句子，可是还不行，还不行。Pas encore, pas encore。或者 bientôt, bientôt。如果你没有耐心，你可以说立刻动手吧。如果你没有信心，可以说根本不可能。如果你喜欢抱怨，就说怎么总是碰上这倒霉事。总是 toujours、 toujours。 比较这个词，从来不 jamais、 jamais。 能休息一下吗？等一会儿，马上回来。等一会儿。 un moment、 un moment。再来学一些有用的疑问词。我做得怎么样？怎么样？ comment、 comment。 夏天为什么这么热？为什么？ pourquoi、 pourquoi。 当我问为什么，我期望一个回答，这个回答用这个词开始。因为、
因为。Car. Parce que. 在哪儿这个词对游客来说很重要。博物馆在哪儿？饭店在哪儿？在哪儿？五。用时间和空间的概念给出一个相对的答案。在塔的后面，在博物馆的前面，在前面。Avant。比较一下，在后面。Après。我们找来找去，其实就在我们眼前，在这儿。Voici。Voilà。人不像导航仪，只给出差不多的解释，就在这儿或者去那儿。无论是这儿还是那儿，你最终能够找到这儿。Ici。Ici。或者那儿。Là-bas。来大城市观光的游客都要找到最高点观看全景，但是当我们上去以后，却发现乌云密布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只好下来，先上去。Dessus。然后下来。Dessous。那个博物馆外观看起来很壮观，可是里面是没什么可看的。里面。Dedans。比较一下外面。Dehors。在桌子上边是什么？你在下边藏了什么东西？在上边。Sur。和在下边。Sous。这里还有一个疑问词帮助你做出你的决定。例如你去买东西时，售货员会问你要买哪个。Quelle。现在我们可以把售货员搞晕，这个不是，那个，那边那个。如果知道怎么说颜色就简单了，但是目前只好说这个。Celui-ci。或者那个。Celui-là。复数形式。其实那些我都要，那些。Ceci。Celle-là。